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易阳。这些都是苹果 X2 128G 港版双卡的创新机，可能是受到苹果12的冲击或者其他一些原因，最近华强北苹果二手机批发市场中高端苹果二手机都在降价，降价幅度在100米到500米左右。像这种苹果 X2 极品的机器目前在3000米左右。这些是苹果 X2 256G 港版双卡的创新机，电池效率在 91%、93% 和 96%。 像这种港版的机器卖的是比较快的，所以我们有二手机订单的时候就会早一些去市场，因为去找一些好的机器都是我们先挑，所以很容易挑到非常好的机器。像这种苹果 X2 256G 目前在3200米左右，相对于以前已经降价200米。这些是港版 S12 64G 和 128G 的创新机，因为 S12 只发布几个月，像 S12 这种二手机几乎没有问题。这种机器电池效率普遍在 100%， 充电几十次。这台白色的 S12 还有202天保修，电池效率 100%， 这台 64G 的创新机还有150天保修。 S12 相对于以前已经降价200米，目前 64G 和 128G 在2000米左右。这些是港版双卡 XS Max 256G 的创新机，最近降价最多的两款机器就是 XS Max 和苹果11 Pro， 几乎都降价500米左右。大家看一下，电池效率都是比较高的，97%、98%。个人觉得大屏手机比小屏手机操作容易，而且双卡的机器比单卡的机器更实用，我觉得现在非常适合入手苹果 X 系列和苹果11系列的二手机。又来到合作的档口，帮粉丝采购几个三代无线蓝牙耳机，洛达顶配 152A。 我几乎每天都有二代耳机、三代耳机的订单，我觉得这两款顶配的耳机做工非常优秀，耳机质保一个月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和售后问题，关注我了解最真实的华强北。